生在这个地球的面顶，咱来真感恩啊！在这个地球面顶啊，偌年真多的苦难人啊，真正是真苦啊！有的呢，是啊，生在真多吼因缘不具足的地方，譬如讲吼，当年干旱的。或者是呢，住伫迄个最高的迄个高原里，那因呢，迄个生活真无方便，人病啊，苦啊。看看有的是。因为天灾而受难，有的呢，因为气候不调，干旱呐、啊，五谷杂粮长不起来呀、啊，饥饿啊，有的呢是就是长年累月都是疲呐、病呐、都是在困在苦难中的，不同样的苦。可是呢，都是在最需要的人生，菩萨呢，就是应众生所需要而付出。平安的地方，就要想到了，在微微不安的地方啊，要如何去帮助哈、哦？所以说。居安思危，人人提起同理心来呀、啊！哎呀，生命啊，就是因为利他而丰富。我们有在做利益人群的这样的生命呢，才有价值啦。所以我们可以开阔心胸啊，在生活的周围世界里啊，好好的把心调平和来，做自己的生活，能这样的节俭哦，从我们的生活中啊，在吃就是推动素食，从素食中呢。能节能减碳呐、啊，还要呢，从这样的疼惜大地啊，疼惜万物哦，那这样慈悲的爱一直在扩大到了大爱哦，这样的爱的理念呐、啊，跟那一行推动塑形哦，我们就可以呢啊，照顾真多哈。天下众生万物的性命，干那一个塑性呢，就人人塑性，我们就可以呢，减碳、节能、减碳呐、啊，身心健康呐、啊。人人生活啊，广义哈，那这个意念呢，缩小一点，勤俭。一点不大远的地方可以走路啊，不高的楼层啊可以爬楼梯啊，这也都是在生活中的行动呢，都可以节能减碳啊。所以呢，化譬如水，化这个善化呢是人人呐、啊，都堪用、都可以用的啦。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，同样的需要有这种的善法，因为普天之下人心啊都很复杂，
复杂的人心，要如何去把它调整过来？那当然就是要善法，最好的方法来调整人心。那心必定呢，要行，要力行，所以常常说发心啊，那就是要立愿啊，那立愿啊还要愿行啊，立观都爱去行动哦。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发心立愿，但愿这样的愿呢，就是把握在当下发心呢，在刹那间呢，要永恒的把握，这都是呢心愿，好吧，心愿啊，都在每一秒钟，我们以最虔诚的心，还是为天下所有人人啊，虔诚的祝福，祈求天下无灾。